我们今天来做十字餐包，两颗柳橙刨皮榨汁，100克蔓越莓干泡成汁过夜，滤除成汁后加入切丁的青苹果，加入植物性奶油煮试十分钟，即是苹果酱，酵母融入温的植物奶中，加入苹果酱，加入面粉、肉桂粉、豆蔻粉糖，搅拌至没有干粉，休息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先搓揉面团5分钟，接着融入奶油，再让面团休息20分钟，擀成大厚片。加入1/4的蔓越莓干卷成长条状，加入剩余的蔓越莓干卷成圆球，发酵一个半小时至两倍大。将面团整成长条，分成10份，把面团往裹干多的那面收口，滚成圆球，继续发酵一个半小时至两倍大。混合面粉和水1:1的比例，加入1茶匙的糖，将混合的面糊放入挤化袋中，在十字包上挤出十字，烤箱200度烤15到20分钟，趁热在表面上抹上转化糖浆，破开抹上奶油。好吃的十字餐包，到我频道看更多细节，订阅我的频道 ，follow IG。